采取下列三项做法，也希望过去的纷纷扰扰能够到此结束。第一，就是针对彰化县长连日来主控本人设置司法官说县府工程以及人事，除了加以地检时要启动调查以外，我自动自请移送民进党廉政委员会来调查，以昭公信。第二，就是针对彰化冠冕师引用这个《法制时报》主控本人有妨碍司法公正部分，我将委请律师研议，对相关人等提出法律行动。第三，前代会正式通过2018地方选举的提名特别条例以后，那本人的阶段性任务也已经完成了。那么我要在这里正式宣布，我将辞去民进党中央选举对策委员会的召集人，我过了他到大视野的舞台，大概距离不到200公尺，也就是说，我勾住他的手，大概，我勾住他的肩，大概是二三十秒钟了，讲话还不够两三句话，不过我要跟各位报告，讲话的内容他知道，我知道，还有就是民雄大视野新民知道，他可以抹黑我，但是他不能欺骗神明。神明拢在听，拢在看，要自己摸着良心。好，我如果有讲这些话，我相信我会遭到大视野的谴责的。我想这一点，我要很清楚的跟社会大众报告。